有的循环当中，你可能一眼望去在这片土地上面你更容易看到的是干裂掉的土地，但是看到的是上面长出来的小草。这种生命力不是说只是一个现状，它是一个能量。保持自然才能分享自然。我希望说以后当我们需要接触大自然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都可以走进大自然。我们今天的行程是从高铁站直接就去武汉白鱀豚馆，在那个地方你会看到一些老朋友老熟人，然后就去到天鹅洲，就是那个豚类保护区。欢迎啊，亮颖小姐，又是见面了啊！欢迎，又见面了。这是第二次到这里来了。对，刚才还跟我说今天这个时间特别有意思，今天是10月12号嘛？对，刚好是1012。1012，对。要不这样，我们先看看动物。行。哎呦，还在，正在玩呢。跟你上次来有个变化，就是就多了一头。对，去年生了一头，现在还在征集名字。现在的名字代号是 F7C， 要不我们下去看可能更清楚一些。那一头就是去年出生的一头，明显比别人也胖，稍微短一点。短一点，但挺胖的，一岁多了。那他们是会一直在这边生活了吗？这边是一个人工繁育的群体，然后呢，主要是通过这个群体，进行研究，然后帮助到我们野外的保护工作。但是到了一定时候，通过一个野外释放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基地，训练他们重新获得在野外生存的能力，然后再回放到野外。来，这个油吧，今天才算是看到完整的个体。江豚的存在在提醒我们对于环境保护的这一件事情，有这么可爱的一个笑脸，然后再提醒你，你要不保护它的话，你就看不到我了。所以。我觉得方方面面，大家的生活当中已经拥有的美好就要珍惜。这个地方就叫江豚院，这专门给它做了一个家园的这么一个概念。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位专业的护豚人，专门负责这个往下江豚的养。这是他们的午餐。捡一公斤进来，还差一斤哦，再来一倍，微大的。你是喂两个？你看出太阳了，我说今天是个好天气。好，亮颖，我们现在就正式来到网箱的一个地方。这个网箱其实最早是2008年建立的，当时保护区经历了一场急冻冰灾，为了救护这两头江豚，最后救护好了之后。又觉得他们可以做出更多的贡献，比如说在这里开展一些这种野外水体的这种繁育的研究啊、推动啊，都可以为更多的江豚去提供更多的保护支撑。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就成功的繁育出了贝贝，现在也3岁多了。这个网箱现在在国内，在甚至在世界上都是首创的，就是成功的一个案例。Come on， 给我一个亲密接触的机会好吗？好，来了。哎呦，来了，谢谢。好乖啊，还来不？来了。哎，哦，这个是熊的，这个是熊的。好了，嘿嘿，也是可以替代的。但他还是有点害羞，他不愿意出水面。我们一路学习，然后也一路见证，特别是江豚，我们大概在2011年、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数字大家是非常非常的担忧的。但现在这个趋势的话，又觉得信心满满的样子。现在是1012，好，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数字的增长的幅度会是多少，但我相信它一定会越来越好。就像我今天看的天鹅。然后已经有第二个小宝宝了，所以明年5月份的时候又会有一只新的小江豚诞生，哇，好期待！我到时候要来看。
接下来我们会去进行一个船艇的一个巡护。好嘞，出发。我们开始巡护了，看到江豚要进行记录，然后也如果有违法行为的话，也需要去做记录和警告。哎，现在你就是一名巡护员了。好嘞，那我要看到违法行为的话，我可以体验一把我们这个可以职责的巡护的感觉。我们平常在这个用船艇巡护的时候啊，第一是在巡护的过程当中会去寻找一些江豚，就江豚的话，它会跃出水面。我们基本上每天的话，差不多用船艇巡护一次，用无人机巡护一次。外围的话，我们会用这个摩托车的巡护员，他会在外围的话巡护。好，这里看到江豚了。对，看到没？这一群，这应该会继续，很多很多。这些都是保护区的渔民，他们以前都在世代在孤岛里面去捕鱼，最后九二年建到保护区之后，反正也比较配合，都退出了这种捕捞。哦，好的，起来了，可以多上一点，可以多上一点啊，蛮大的小的都有。哎，亮颖，哎，这就是我们华中农业大学的沈建忠教授。但这些鱼刚刚说的，实际上它是江豚也吃不了。嗯，是，这个大小的肯定吃不了，就是，我觉得他们又不咬，我就嘴都张不了那么大。很有意思，我们的调查的三个地方，上中下都是这样。昨天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就捕了，就全部是捕了很多花鲢。今天的话呢，就看都是草鱼，所以一块一块地方，所以我们要调查搞清楚它不能是在一块地方去搞捕捞，区域性很强啊。嗯，就是考虑到现在天鹅洲这个鱼类资源，尤其是这种小的鱼类资源，又是江豚的饵料嘛。它现在受到了一些影响，因为它是个封闭的一个湖体，它资源量有的时候还存在着一种风险，因为这边的豚每年增加5到10头，比较的快，就怕它的那个饵料鱼不足，所以我们在那个区域建立了这个人工鱼巢，都方便保障噻。所以我们有几个措施，就是一个是江湖连通，第二个是要就是说湖里的人工增殖。天鹅洲这一块的江豚和麋鹿应该是在世界上的话是比较重视的品种，这个国际上面都比较关注这个事。这一只成年鹿，它的脚啊，冬至前后它会脱掉的，脱掉了以后，这个脚你把它倒立起来放在一个平面上面，能够直立起来的就是麋鹿脚，其他的鹿脚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是完全平衡的。对，是平衡，它有平衡点，三个平衡点。然后他们在用泥，这算洗澡吗？身上沾泥，它身上沾泥，然后是避免一个蚊虫的问题，蚊虫的问题，赶走就是蚊虫。它有大概有500斤左右，这一只公鹿就这样有500斤啊？有啊，那所有的雄鹿都有500斤左右。转过来看了。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华侨，我们现在看的就是个华侨，归国华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它基本上就在中国境内消失了，后来通过国家一个重点项目动物重引进项目才把它引回来。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地面其实现在看起来是干裂的，但是这个是因为到了这个季节水位退潮了，然后再加上麋鹿它在迁徙的过程当中这一片草被它吃光了，所以它现在在那边了。等到明年再到这样的季节的时候，然后这里又开始会，先是涨潮的时候这边会是水，然后等到水退了它又会涨草，然后麋鹿又会从这里一路吃过去，就你它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很自然的循环。亮颖，我们就正式来到了河王庙保护区。这个保护区全长有33公里。2015年3月27号呢，在你们爱豚基金的支持啊，包括 WWF 呀，我们就把两道这个拦网这个建起来。拦网现在我们的核心区里面，江豚就在核心区里面，我全长33公里。来之前，我有一个画面感，然后来了之后呢，又是一个画面感，有一些是重叠的，有一些是超出我的想象的。
今天从早上先去喂江豚，我觉得又体验了一下，上次是在馆内，然后这一次是在更跟大自然接近的一个环境，当然喂鹿就甭想了，他们警惕性很高，然后吃的也很好，但一看看身材就知道大家生活挺好的。今天了解了更多的，不管是关于江豚还是关于麋鹿的很多的知识，所以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看到，当然是有序可控的看到，然后大家都能来感受一下自然的可贵，感受一下这一些动物在大家看到它们的时候内心充满的那一个幸福感是非常有价值的。是你的微笑让我确定，然后就一直喜欢站水里，然后后来就再也没有机会，自从被打过几次之后自己感谢爱在生命中延续，梦起就是最美的旋律。通常拍这种路我脑袋里出现的表情包，一个绿突然转过来看着你，时间教我学会，你瞅啥，瞅你咋地。光照耀你，追寻幸福每一步足迹，你守护我，翻阅每片温暖的记忆，我仰望星，迷失时候会有个指引。